晚清珍贵的老照片，第一张李鸿章妻女美貌，第四张大户人家嫁闺女晚清重臣李鸿章原配夫人病故后，继配夫人赵小莲是安徽赵庄人家的小姐，气质高雅，端庄得体，能识能文，年龄比李鸿章小了50多岁。那时的李鸿章已经风爵拜相，却是清王朝有名的巨妹，图为李鸿章继配夫人赵小莲和女儿李菊友的珍贵合影。晚清时期的著名数学家李善南中及其众位弟子的珍贵合影，他还是有名的天文学家、植物学家、力学家。晚清时期珍贵老照片，一位卖水果的百姓手持破损的雨伞，衣衫褴褛，赤着脚，显然生活过得极为困苦。晚清时期大户人家嫁女儿，新娘表情略显羞涩，只是妆容实在不敢恭维。晚清时期福建当地的官员和他的随从官员面容肃穆，看起来官威十足。晚清时期年轻满族女子服饰和装扮十分贵气和精致，容貌清丽，令人惊艳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